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十二面，从第七位菩萨看起啊，大精进金刚际菩萨摩诃萨。这位菩萨他所表的是大智精进，这个里面有精进，有智慧，这个金刚啊是表般若智慧，还有一个际，这个际是表寿命。这个名号里面有精进，有智慧，有长寿，有这三个意思在。菩萨这个德号里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是真实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精进。进是进步，精是精纯而不杂乱，这个样的进步才称之为精进。从佛法这个标准上来观察，世间人进步的现象是有，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科学技术，常言说得好，日新月异，不断的在研究，不断的在发展，尖端的科技差不多每三个月就有明显的进步。那么他这种进步算不算精进？如果就机械上来说，称得上精巧精密，但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精啊，不是指的器械，而是指的我们人心。器械可以达到精纯，可是人心呢？依旧还是有妄想分别之处，那这也就是说了，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怎样进步，关于六道轮回、生死不绝、烦恼妄念的繁杂，似乎没有办法解决。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的。
特别是近代发展的电脑，有不少人常常在说，将来电脑可以代替人脑了。这个事我们姑且不论会不会发展成为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去观察它的后果，那不是个好事情。如果电脑有一天真正代替人脑，人无需要再去思考一切问题，人脑就变成迟钝了，渐渐就变成了无知白痴了。到那个时候，那个世界是什么世界？电脑变成人类的主宰，人类变成电脑的奴婢。这个现象如果说得不好听的话，人类就沦落到畜生道了，那哪里还像人呢？这人为万物之灵啊！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可是这种现象呢，一直在发展。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回过头来，在佛法里面呢，佛讲清净心，这是真的。清净心是真心，那电脑就不能比了。电脑可以跟我们妄心来相比，跟真心不能相比。这个妄心也有程度啊，高低不同。电脑可以比妄心中下者，妄心上乘的，那他也不能比。哪些是用妄心上乘者呢？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用妄心，妄心里面的上等。这个是电脑没有法子相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深深地相信自己。自己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德能。电脑要比起自信里面智慧德能，那小巫见大巫，那差太远了。所以我们学佛真正的目标，如何开发自信的智慧与本能。那么这个里面三桩事情最重要的是精进。你懂得精进这两个字，对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他说世间的善根有三种，
无贪、无嗔、无痴，世间一切的善法都从这三个根生起来，所以叫三善根。出世间呢，这个善根呢只有一种，哪一种呢？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菩萨懂得精进，我们再把这个意思浅说啊，进不难懂，精很难懂。如果我们以本经经体大方广，无量寿经的经体里面清净平等觉，诸位要晓得，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与这个相应就叫精。你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向上，一定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这个净就叫精进。违背了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个进步就不是精进。我们用这个做标准，大家都好懂了。真正精进，不但生智慧啊，而且里面会先大福报。这个大福报啊，就是用寿在此地来表示。第八位菩萨，香焰光闯菩萨摩诃萨，这个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跟我们讲过，香光庄严。像浅说界定真相，那么稍微说得深一点，佛法里面常讲无分法身相，无分法身相，我们供佛像是最普通的，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像是表法的，不是说多烧几支香啊，佛菩萨就会多保佑你一点，没有这个道理。香里面的意思很多，表的意思很多。那么通常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介绍最浅显的，它表性相。换一句话说，我们跟佛菩萨给天龙鬼神要传达讯息，这第一个就是燃香，
他们闻到香气，就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就想表现。实在讲，这个表现的由来很古老，很古老了。在上古时代，人就知道用烟火来传递讯息。那么在中国，诸位要东到中国去旅游，一定呢会去看看万里长城。长城是古代国防的防御工事。那么它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烽火台。烽火台诸位就想到了，它是做什么用的？实在上讲，跟我们用的香炉意思没有两样。它是燃烟火的，传递讯息。这个速度也相当之快，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几千里外面的讯息，所以叫警报，传递这个警报。那么除表讯息之外，在佛法里面特别表戒相、定相。所以我们在赞佛偈里面有戒定真相，无分法身，是讲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那么这个叫无分法身相，由此可知，我们看到香的烟漂浮在空中，闻到了香的味，就要想到信心，要想到持戒修定求解脱，成就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般若智慧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懂得它的表法，这一炷香燃在那里，我们自己真的得力了。佛用这许许多多的道具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啊，使我们见色闻声都不忘修道，都不忘把心安住在道上。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道场啊，维摩居士所说的道场啊，信心是道场，持戒是道场，修定是道场，我们的心安住在道场上，道场成就我们的道业，它比这个意思。念是火焰，跟底下这个光啊可以合起来讲，表智慧啊。为什么呢？戒定一定生慧啊，不但生慧，而且是高度的智慧。床是代表高显，
非常明显的、非常高的智慧，庄严道场。那么这种庄严，诸位同学一定要明了。前面有说过，怕的是今天有初学的同学来，没有听到前面的。佛国土啊，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庄严我们的社会，庄严这个国土，使这个社会更美好，大众在这里生活过得更幸福、更美满。用什么方法呢？相望啊！这个相望是自己心地的相望，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下面一尊菩萨，大明得生美音菩萨摩诃萨。大明得生这四个字里面有德有慧，有智慧有德行的，才能称之为大明的身。美音是言语音声，说音声的意思比较美满，言语是音声之一，但是音声呢包括言语，言语不能净化音声。以智慧普照，德行就是菩萨行。我们常讲三福、六度、十愿，本经里面讲的十波罗蜜，这是菩萨智慧的德行。从智慧德能里面生出来优雅的音声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节选圆通，他老人家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古时候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记载，由闻音声而豁然开悟者，音声可以说是一切众生共同的语言，
言语我们有的时候都很难传达意思，特别是言语不相同的这个地区国家，要通过翻译。可是音乐呢，不需要通过无论是东方的交响乐西洋的交响乐，我们使用的乐器不相同可是演奏出来的这个乐章都能感动人心不需要加以翻译。诸佛菩萨对于这个这桩事知道的很深很透彻，众生的喜乐是音乐歌舞戏曲能够欣赏音乐的这是最高的其次的是歌舞，而戏剧可以说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真正的乐章音乐这是对于上根立志的他懂得。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他运用这些工具现在我们末法时期佛法里面的人才太少不是世间没有这些人才很可惜这许多接触的人才没有接触到佛法不能够为佛法发挥弘传的功能很可惜古时候有佛门里面有音乐家有懂得乐章的天才所以梵呗的演奏能感动人物能感动人能感动动物当然也能感动天地鬼神现在没有这个人才故小乘佛法对于歌舞是决定禁止观听的不准你看戏不准你听歌舞大乘佛法呢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在菩萨们讲经说法这个天人呢就是以歌舞来供养所以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不相同小乘是保守的大乘是开放的这些歌舞里面通通是弘法利生是让你在这个里面得定得慧所以这个美音我们把它看作高度的艺术
这个意思就来得广了，来得深了。那么我们修学大乘，要不要学呢？要学。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呢？不见得。一定要看你的定功啊，要看你的智慧啊。果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地清净，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还是恶缘，都能够保持不动心，行，可以与一切众生同事力行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见色闻声还会起烦恼，什么烦恼呢？顺自己意思的会起贪爱，不顺自己意思的会有嗔恚。那要是有这种情形呢，还是远离比较好，学小乘，尽可能避免这些境缘，让心定下来。先定下来之后，然后再出去试验试验，这个很重要。试验试验又不行，这又回来，退回来，这是修行的方法了。试验一下就是，就再通过一次考试，这一考试又心又乱了，不及格，回头老实修。什么时候出去考试通过了，没有问题了，你就可以学菩萨。即菩萨四摄里面布施、爱语、力行，我们可以学。同事是要看自己的程度，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定力，这一同就完了。不但你度不了众生呢，你很快被众生度跑掉了，这个是要注意到。后面一位，大佛光智身菩萨摩诃萨，这个名号里面有三桩事情：福、光、智。这三桩都用一个大字贯穿下来。大佛、大光、大智，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从名号里面我们体会到大智放光啊，光明必定是遍照，能利益一切众生。菩萨以他的智慧帮助众生破除无明愚暗，菩萨以他的大福
带给众生。幸福美满，以福慧才真正能够成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得菩萨的加持，得菩萨的护念，这就是光照的意思。这个一名菩萨经上举的十个例，这个十个名号，到这个地方给诸位介绍出来啊。读这段经文呢，介绍来宾啊，华严会上的来宾，介绍来宾。让我们对他熟悉，认识他。那么这是菩萨的一类，如是等而为上首。这个等还有很多啊，那名字要说的太多了，说不尽的啊。只举十个人做代表，有十佛世界为尘俗。这菩萨众有多少呢？实在是没法子计算的。一尊佛的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佛世界就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龙树菩萨告诉我，他在龙宫里面看到的这个《华严经》大本典。多大分量？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计。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参加华严法会的菩萨众有多少呢？同名菩萨、异名菩萨，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的境界啊，前面跟诸位已经提过几次，一定要记住，他的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世尊说这个经在定中讲。定中没有界限，定中啊是清净心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尽虚空遍法界，菩萨众啊有这么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第十三面，第二。所住菩萨往昔借于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修菩萨行，借从如来善根海生啊。再往下赞叹菩萨的智慧德行，那么先总说这个课题里面别叹神德，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翻作光明遍照，也翻遍一切处，
这是化身啊。圆满化身，化身有没有相呢？给诸位说，化身没有相，化身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真心的。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意思就是宇宙一切万法从这个地方生的，它是能生的。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是所生，这里面包含虚空，虚空也是万象之一。虚空从哪里来的呢？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一切处，所以用毗卢遮那。一切诸佛的化身本体，世尊在这里说得好啊，这些菩萨无量无边菩萨，往昔与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份？有份啊。诸佛如来有化身，我们也有化身啊。世尊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十方三世佛包括我们在内呀。三世是讲过去佛、现在佛还有未来佛，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现在是凡夫，将来都要成佛啊。我们成佛跟佛是同一个化身，没成佛还是同一个化身。你看这个经上讲的好不好？跟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啊！我们自己要珍重自己啊，要爱护自己啊，自己有成佛的本钱呐。这的确增长我们坚定的信心，无比的信心。我们跟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修菩萨行啊。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菩萨行，没出得了三界，这在一轮回又迷惑颠倒了。这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劫，这一生当中这又碰上了，这个缘很稀有啊，很难得，百千万劫难得碰上一次啊。我们这一生碰到是继续再修菩萨行，接着再干了。要真干的，干假的不行啊！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诫，
千万不要以为世尊所说的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实在讲，我的妄想分别执着相当重啊！所以我很感激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他对我非常有耐心啊！我自己想想，我的耐心不如他。他把我的观念转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我那个时候这个想法了执着非常坚固。佛法理论好。方法在原则上不错。值得我们尊重的。特别是理论，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学习。至于他这个修行呢，我就大不以为然。特别是戒律，我把戒律看作生活规范。实在讲，今天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听了也就在点头啊，不错啊，是生活规范呐。可是生活，我们现代人生活跟古人生活不一样啊，时代不相同，地区也不一样。我们如果学习3000年前印度古人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呢？没有法子接受的。张家大师他看出我的心思他也不说了我也不能接受啊。我不好意思跟他抬杠，跟他辩论，但是我不会接受。那么我们总是认为，即使这个国家定的这个法律，你看法律每过几年要来一次修订，为什么修订呢？前几年适用啊。这几年社会又有变化，又不适应了，要修订啊。那么这个戒律就跟法律一样，也应当时时来修订啊，我们才好用啊。我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非常非常坚固。我们儒家讲理，理跟佛法戒律是相同的。可是中国古礼夏商周就不一样。那佛定的这个戒律怎么可以说是一成不变？这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可是张家大师，我每一次跟他见面，我那是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礼拜天，去向他请教。他老人家常常，轻描淡写的提一提，戒律很重要。我跟他老人家3年，他这句话至少讲过几十遍，
所以我的印象就很深刻。他圆寂之后，我在他火化场搭了一个小帐篷，在帐篷里面住了三天，守了三天三夜，跟甘珠活佛在一起。我很认真的思维，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这一回顾，这一句话的印象就特别深刻。他提醒我，我因为对戒律很不重视，于是认真反省检点了，豁然了觉悟。世间所讲的礼法，世间法了。世间法是会随着时间、空间有所改变，要重新修订的。我明白佛家戒律它不是世间法，它是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分水岭。你能够守住这个方法，你才能超越世间，所以他不能够修改啊！他一修改，那就掉到世间去了。不能用世间法的眼光啊来看佛家的这修学方法。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再开始读戒经。我很认真很用心的就读诵，掌握到戒经的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是戒律的总纲领。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性德，不是世间。如果是世间标准，这个标准呢确实会随着时间空间呢会有所改变。它是性德，性德就没有法子改变了。所以佛法里面讲相应，与什么相应？与自信性德相应。它不是跟世间的人情世故相应。与现代相应，也就是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读这段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跟化身佛共济善根。我们今天在接着修菩萨行，我们的成就皆从如来善根海生。海在此地是比喻，比喻自信无尽的深广啊。实在讲，到哪里找比喻能比得像，实实在在找不到。用一个海，用个虚空来比喻，也只能比喻个方幅啊，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好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明白，然后才能建立自己的清净信心。对我们修学，对我们的生活
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实在是很有必要啊！我们要解得深啊，解得深，这个解跟行有密切关系。如果不能行，就没有办法往深处去理解。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文里面也有很好的开始，可以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说到毗卢遮那的意思，光明遍照，光呢有两种，一种是身光，一种是智光，都是遍照虚空法界。这个事实我们从这部经开头讲到此地，可以能体会到一点。光，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词，立刻就想到我们张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亮光。这种解释是不圆满、不究竟的。为什么呢？现在科学发达，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间这个光啊，种类太多了，在无量的这个光里面呢，我们的肉眼功能很有限，只能看到很最小的这一部分，我们能看到，其余的呢，我们的肉眼看不到。那么借助科学的工具，能够探测出几种，像现在大家知道的 X 光。紫外光，都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现在讲光，光波啊，以我们肉眼能见到这个光作为一个标准，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看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可是诸位要晓得，我们自性里面所放出来的这个光波是无量无边的。我们现在自己这个身体会不会放光？会放。我们自己看不到啊。诸佛菩萨有身光，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身光，不但有情的这个众生有身光，无情的众生也有光。物质都有光啊，这个光呢，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波动啊，电磁，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带电体，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都是带电体的。
我们佛法里面讲物质，物质是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物质的四个现象，四个特征。现在我们用科学的技术将一个物体分析成分子，由分子再分析成原子、成电子、成粒子，来观察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究竟是什么，才知道通通是这些基本的粒子排列组织而成的。那么最基本的这个粒子，在我们佛法里面前面跟诸位说过，佛经里面称为极微之微，比微尘小啊。极微之微呀，它还是个物体啊。我们讲它还是个物质啊。物质有四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它本身是个物质，物质我们叫它做地大。地是代表它有物质。表这个意思。它有火大，火大是现在所讲的它带阳的。带电，它有水大，水大是带阴的。现在科学上用的名词不一样，跟佛法讲的没两样啊。风大说明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它有活动，风代表动啊。这个基本的物质有四个现象。地水火风这四个现象啊。那么诸位仔细想想，这个四个现象里面，它带电、带阴电、带阳电，就放光啊，放这个波动啊，它有波动啊，它动的，它不是静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声光的来源。所有一切的物质通通都有声光。这个声光的大小不论，在华严经里面没有大小，大小不二啊。大遍虚空法界，小也变虚空法界，华严经上说的呀。如果就一般大乘经上说的，灵性越高的光就越大，也就说明它的波动啊越细密越快速。这个波动啊，这个一切众生呢，它这个波动速度不相同，频率不相同，这是真的。这个也是事实的现象，但是决定是周边虚空法界，而且是彼此互相交感的，它才产生感应道交的作用啊。跟现在我们用无线电传递讯息一样的道理啊。到这种程度，我们可以自由运用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不必依靠机械，能用本身的这个能量，
跟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这是讲的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佛所讲的是有理有可能啊，我们不能不相信。第二种光，智光，这个智特别准，觉，这个光里面确实有觉有不觉，有这个两种。声光啊，不觉，智光就觉。可是有觉呢，这个感应啊，讯息的传递，这就彼此互相沟通了。如果没有智光，这当中就产生障碍了。虽然这个光波电波达到了，但是究竟传递什么讯息不知道。甚至于说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光波，我们不但不能辨别它里面的含义，甚至于连影像都没有办法觉察得到，是我们太粗心了，没有感觉。这是古人讲的这个身体的麻木不仁啊，没知觉了。这真的诸佛菩萨传递我们的讯息我们一无所知。六道众生里面传递我们讯息我们也一无所知。必须重重打你一顿刺你一下，感觉很痛了，这是才知道痛痒。这身体麻木到这种程度啊。两种光啊说得好啊。照真照俗啊，重重法界。华严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这个思想啊，真实的思想。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介绍啊，毗卢遮那是法身。奴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是应身，我们常讲三身。三身是一，不是二。报身是智慧之身，智身也遍一切处。应化身也变一切处，没有不变的。所以我们要明了，智变，身也变。为什么呢？因为所依赖升起的那个本性是变一切处的，它通通从发性生的，发性变一切处，从性里面生出来的这些现象怎么不变一切处的？物质现象是现象，智慧也是现象，没有不变的道理啊。那么佛的住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遍一切处啊，哪个地方不是常寂光？二师在讲，
生根土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把生根土分作两个，错了，你没入门呐。生土不二了，入不二法门。生土是一，不是二。经论上跟我们讲，自信有三德，三德密藏。其实这个密是深密而非秘密，为什么呢？它都显在面前嘛，并没有隐藏嘛。发生般若解脱，谁没有的？我们现前没有，现前你是没有感受到，实际上你通通具足啊。发身离体具足，没有发身哪来的这个身？发身是能现的，我们这个身土世界是所现的，没有能现的，怎么可能有所现的境界？能所不二啊！可见的法身没有含藏在哪里啊，没有隐藏啊，而是我们自己不认识、不觉。你看禅宗，禅宗开悟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吗？老和尚问考他，像什么样子，在哪里呀？这开悟的人随便捏一个东西表示一下，老和尚点头就给他印证，随念一物，无一法不是，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就是这么回事情啊。般若解脱亦复如是，般若是知见的，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知见就是自己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你有知啊，你有见啊，这个见代表六根的觉，这个觉性的起用啊，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在身叫触啊，在意叫知啊，用一个见字所代表，见闻觉知啊，哪个没有呢？通通都有啊，有而不觉，那就没法子了。解脱就是自在，你怎么不自在？古大德讲，谁把你捆住了？谁也绑住你了？没人嘛。你今天为什么有法身而不能正法身？有般若，般若不能现起；有自在，有解脱，解脱也不能够现前。原因在哪里呢？你被妄想分别执着害了啊。
这个东西是大障碍，障碍自己的发生般若系统。所以你要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自信的智慧得能偏前。自信的智慧就是般若，得能就是讲发生解脱。而且佛又说了，这个三类三种里面，每一种里面都有四净德常乐我净，常永远不变的，这是常啊。乐是真的快乐，绝对没有苦啊！我们世间苦乐忧喜，在自性里面通通没有，那叫真乐。苦乐的乐是相对的乐，不是真的乐。我是主宰的意思，大自在的意思。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宰，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事出世间法，通通不沾染啊。那么这是自信本质的德能。说到共集善根，我们与诸佛如来，与这些大菩萨们共同一法身，再跟诸位说，诸佛如来无量劫所修集的功德，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转变成我自己的功德？行不行？在理论上讲啊，行啊。为什么行呢？共同一发生啊。那怎么不行呢？可是在技术上讲啊，他用什么方法来转呢？不知道了。其实诸佛菩萨不吝啬，很大方啊，绝不吝法，已经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把一切诸佛阿弥陀佛在因地里所修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妙极了。这个法门的殊胜绝对不是全教菩萨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这法门叫难信之法，它真难，它不是假难，真难信啊。那么诸位想想，我们平常也讲，希望自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解、同行。那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的，我们跟他一同，不就变成自己的吗？现在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在不同啊。怎么样把我们不同的地方变成同？
我们的进展就无比的快速啊。我们想不想？想。那要怎么做呢？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他老人家在世，他的这个团体，这么多出家人跟到他修学，真的三衣一钵啊，彻底放下了。我们今天也来试一下，我们出家人身上不放一分钱，我们从这里做起。有需要的时候常住给，我们决定不存一分钱，一切的供养通通交给常住。身心自在，没有妄想啊！口袋里有钱，还想到买这个买那个，外头还诱惑啊！到你身上一文都没有了，看到也不想了。为什么呢？没钱嘛。我们从这个地方做起。沙弥十诫里头有这一条。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东西害我们害得很深很深呐！今天我们连道门都入不进去，经本子展开时的注解注得这么好，都看不懂。原因在哪里呢？那个前言是障碍呀！那个花花纸把我们的眼睛搞迷惑了，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遭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觉悟之后啊，要把它放下，彻底放下，这个才是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解同行。清凉在此地讲这个共济善根，他讲的主办，这好。意思讲得好，主办有三种说法，一个是回向主办，第二种同行主办，第三是如向主办，都称共济啊。为什么叫回向主办？我修集一些功德，你看回向给虚空法界，虚空法界包括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他们所修的功德也回向给我啊！我回向给他，我是主啊！毗卢遮那佛是伴啊，毗卢遮那佛回向给我，他是主啊，我是他的伴。我们跟诸佛如来互为主伴呐，实在是一切诸佛如来修集好法之善，没有不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只有我们众生呢心量很小啊，把佛菩萨忘记掉了，我们不肯回向给他，他回向给我们了。我们也会偶尔想到，回向个一两次，这就是我们跟毗卢遮那佛有这样的关系。同行主办，我们同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啊。
佛也学这个，我们也学。同学的主办啊，这两种回向主办跟同行主办，通通称心啊，称心就圆融。彼此互摄，你说这个关系多密切啊！这是清凉大师教导我们，我们跟诸佛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你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一佛不是啊。我们礼敬诸佛，怎么能够忽略一切众生？生佛不二，生佛一如啊！于是这些道理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我们真的才逐渐逐渐的明白一些。渐渐懂得了，这样我们修学，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修行，就是修正我们在生活里面、工作里头、应酬里面种种的错误啊，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我们修行才有方向，才有目标，才真正把纲领原则掌握到。后面一句善根海藏啊，信德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已经把障碍自性的这些无明尘沙烦恼断尽了，自性的智慧德能圆满的事情，华严经上已经证得实身了。我们今天是被这些烦恼尘沙无明障碍住了，信德虽然就在面前，真是当面错过，不认识。冤枉在受生死轮回，我们这一生总算是很幸运，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得人生遇佛法，遇到佛法里头最殊胜的法门，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豁然大悟，知道我们跟一切诸佛菩萨同一个善根海生的，我们今天要靠佛菩萨帮助我们，
佛菩萨怎么帮法呢？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模范，让我们看到好学习啊！佛不在世了，我们造佛的形象、造像不是随便造的。现在有很多人用艺术的眼光、美学的眼光来造佛菩萨的形象，美一则美一，不能表法。所以造佛像、造菩萨像，一定要依照《造像度量经》，大藏经上有这部经啊，教给你怎么个做法。要把32相、80随行好表现出来呀！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个相好，佛相啊，果报果必有因，让我们见到果就想到修因，那么这一尊佛像对我们才产生功德的作用。如果只是美，不能让我们想起怎样修因正果，那只能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我们得不到利益了。佛法里面讲，一切法无一不是表法，这在华严经上显示出来，没有一法不是表法。真的让我们六根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啊，你所接触的全是大方广佛华严，所以这个经讲成说差说。永远无间断在说，这话是事实。那么这个上面，这是就语言来探得。再看底下经文：诸波罗蜜悉已圆满，慧眼明彻等观三世。与诸三昧具足清净，这个三句是从德行上来赞叹的。第一句“诸波罗蜜悉已圆满”，这些菩萨都是化身大士啊，他们在此地所代表的，我们常常讲的41位化身大士，20位菩萨代表。都是破无明正法身，所以跟诸佛如来是属于同生性，跟诸佛如来真的是用一个真心不是一生性的。必然
与法性离体相应，必定能够实践因地当中所发普度众生的宏愿。佛门里面常讲如来家业，我们世间每一个人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你都有事业，你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的？如来也不例外，如来从事哪一个行业，这就如来家业。如来家业就是普度众生，这是佛教的名词。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如来的家业从事于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个社会教学范围之大是虚空法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不是局限在一个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以一切有情众生为对象啊。这个有情众生是讲九界有情众生啊，这是如来家的事业。这个教学是义务的，不讲求报酬的。世尊一生教学，我们在经典上所看到的，你看他的学生，以我们肉眼接触到的、看得见的，有帝王、过王大臣。再往下面看，也有贩夫走卒啊，真的是空老夫子所谓有教无类啊，义律平等啊。佛没有接受丝毫的报酬啊，只是每天出去托一波饭而已啊。穿的衣服叫粪扫衣，别人丢弃的这个旧衣服的时候捡起来洗洗干净破损的地方把它裁掉，把它凑合起来缝起来当衣穿的。佛过的是这个生活，我们今天过的什么生活？我们叫学佛。要是给佛世的人看到的时候，笑话了，真是牙都吓得笑掉啊！我们就学什么佛啊？你佛那个样子也没装像啊！所以要晓得他们是存的是什么心，他的心与自信完全相应，自信清净，自信平等，自信觉而不迷，自信生大慈悲也。所以他能成无上道。成无上道就是能够恢复自信，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能现前，于是得大自在。这个自在与一切众生
感应道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才显示德能智慧无比的殊胜啊。说佛的佛德，就是说的性德。清凉大师在这一段跟我们住得很详细，这里面有个重点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我们要修行，虚心怎么说呢？六祖慧能大师常讲，本来无一物，世尊在《金刚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这才叫真正的修行，也就是心地清净到极处啊。根尘相接的时候，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一念不生啊，这是虚心。纵然起心动念，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我啊。如果还有一念念到我的利益、我的好处，你就被污染了，严重的污染。污染生烦恼啊，清净生智慧啊，一定要崇尚道德。与道与德相应，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当然也包括提升自己生活的境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无所谓，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里头没有苦乐，你才真正超越了。念念要想一切众生，特别是要想念一切苦难的众生，还没觉悟啊，还迷惑颠倒啊，还在六道里面搞轮回啊，用轮回心造轮回业，要常常想念这些众生，如何去帮助他们？有机会我们尽心尽力帮他忙，没有机会要好好提升自己境界，自己认真努力修学，都是为一切众生。
要像佛一样行迷法界，清凉跟我们讲菩萨的大德概略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己因行的因地啊，因地修行的德；第二类呢，圣境果行的啊，证果之后他们的生活行为所显示的大德大能。第三种是讲这个两种行无障碍的，所以这个探德探菩萨这个德经文很长。因地修行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先前的事情，我们非常关心的。我们现在这是在因地，因地修行有自利利他，自利行怎样才能做得圆满？那么这就讲到我们经文了，诸波罗蜜悉已圆满。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到彼岸，这个话不太好懂，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究竟圆满，就这个意思。住是多的意思啊，每一桩事情啊，都能做到究竟圆满，就叫波罗蜜啊。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哪一桩事情做到究竟圆满了？此地这个住这一个字里面所含摄的是无量无边的，不要只看到啊经上讲的六度十度八万四千，这都小数字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微细之行啊。说到微细，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意业，我们身体动作身业，言语是口业，意业太复杂了，太多了，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怎样才做到圆满呢？与法相应就圆满啊。换一句话说，身于意业这个三业行为业，要做到尽善尽美，
这才是圆满。尽善尽美对谁来说呢？对众生来说，不是对自己。啊，换一句话说，自己所做的是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那才叫圆满啊。我动一个念头，我身体的动作言语不足为世间人的楷模，那就错了。你要学菩萨，起心动念言语动作要给世间一切人做好样子啊，这叫菩萨行啊。菩萨行叫自利行啊，自利就是利他了，要懂这个道理啊，要想到如何做得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讲到此地。